大家把鞋带系一系。你们是要来学起跑器对吗？就这样直接上了，那这个姿势是不是很丑啊？是不是很不好看？还挺好看的。好好看的，我们为了更好看一点啊，那先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对，我们就现在是奥运会冠军，你看，那先这样踩好，先这样回来，回来，明白了吧？背抬起来。那你看你抬起来为什么这样啊？看我的手啊，左手看，先蹬右腿，右腿走，先这样踩好。我的手啊，左手看。大娘老胳膊老腿的，有点盯不住劲了。